大家好，我是玉华半导体电源与能源技术创新中心的柯文书，这是我们一个智能光伏展台，都使用客户的产品搭建了两个场景，一个是工商业屋顶或者电站的一个场景，那一边是一个家庭用的场景。这些产品使用了 ST 的 MCU、碳化硅、功率器件以及模块，磁隔离驱动器件、电能计量以及电力线载波通信等。这是江西宁阳的一个智能电表，用来计量系统的输出的一个能量到电网。这个是阳光电源的一个三相逆变器，这是一个艾斯维的一个三相逆变器，这个是古瑞瓦特的储能逆变器以及电池，这个是麦田电源的一个储能逆变器含电池，这边是一个合麦的一个微逆，下面是一个锦囊的储能逆变器以及电池，这是一个室内的一个显示终端，用于显示逆变器或者电池的一个状态。